对呀，设计好了，钳子都不要了。你是哪里人呀？我河南的，在这卖了有，在这条路卖了有十几年了吧，以前开店。35岁你都卖了十几年了。5点多。能卖到晚上几点？卖到1点左右吧。每天大概能卖多少？卖个1000多块钱。猪肉价钱涨了，你们没涨价吗？没有，没涨，想涨没涨。经常搁这吃，还亮。自己长点米了。好吃不？好吃啊！前天来的吧？我只要路过这儿，都会来。